嗨，米拉桑，こんにちは。今日もね，就给大家涂个《鬼灭之刃》里面的三个小可爱，还有一个在后面，大家不要急，排排队哈。没错，就是 UP 昨天在动态上发过的那两张图。本来还比较懒，不想更这个视频的，但看到昨天你们的留言后呢，就心情澎湃，受到鼓舞的尽快剪出放上来啦。所以说啦，大家的支持和赞美就是对 UP 更视频最大的动力哦。还有孩子留言问我，可不可以拿这两张图来当头像？当然可以啦。大家点击 UP 微信公众号聊天栏，输入小可爱，就可以获得两张扫描稿来做头像啦，是不是福利满满呀？那我们来看今天的视频吧。日々の中で小さな幸せ見つけ重ね、ゆっくり歩いた奇跡、僕らの出会いは大きな世界で、小さな出来事巡り合えた、それって奇跡。不安いかない日だって、二人でいれば晴れだって、強がりや寂しさ、伝えた時に初めて見せた表情の君、少し間が空いて君がうなずいて、僕らの心満たされてく愛で、僕らまだ旅の途中で、またこれから先も何十年続いていけるような未来へ。如果大家喜欢本期的话，别忘了转发。